前他四十岁，妈妈叫 Sonia， 他三十九岁。我是美国人，我上威廉小学一年级。我最想去的国家是英国，我的好朋友叫丁成贤。我很喜欢吃西瓜和梨，我的妈妈很喜欢吃西瓜和菠萝，我的爸爸喜欢吃柠檬。我家有自行车，我爱我的家人们。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杯子，也还是被子，这是我，这是我的小桌子，这是我们的沙发，这是我们的大桌子，这是我们的椅子，这是我的家。